就算身在国内，一人要是豁出去啊，什么实话说不出来呀？哎呦喂，前方高能！嗯，这有吹哨人呢。啊，谁呀？不是别人啊，这是本套书中著了名的，您本家啊，光头李毅。边儿的，这不水灵我难受这一天呢。不是，我跟您讲啊，怎么了？党国不待见那位野生国师李毅，时隔多日又出来震撼荧屏了。嘛来了？由于缺嘴儿，还是选在饭桌上大放的厥词。蹭饭小妙招，大放厥词啊。微博账号叫我的昵称不记得了，不记得。发送了一段视频，怎么说？加了个注说啊，嗑药了还是喝假酒了？太特么撕裂了！这有谁知道这是李毅教授被停发工资之前还是之后录的？您这说什么了？又嗑药又喝假酒的呀？说大实话呗！啊，掺了少许反话，捂住小心脏，往这儿看。所以这个凡是说美国要崩溃的，凡是污蔑美国的一切的人，你追一下这个人，不是蠢，非蠢即坏，对，非蠢即坏。我们跟美国的距离线这么大，要比学赶帮超啊，要和美国比，我们哪方面比你差，然后要学美国，然后要赶美国，然后要超过华为嘛。例子就是大家都要学华为，大家都要学比亚迪啊，对美国要比学赶帮超啊，即使暂时超过了，你看任正非都说，美国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啊。美国怎么可能不是华为的？我们即使在这方面赶上美国，美国总体上还是我们华为的老师，对吧？是。那比亚迪敢说美国他比美国强吗？中国除了华为、比亚迪，你还有谁？你跟我说，你站出来，你算个什么你？对吧？除了任正非、王传福，对，中国还有人，你算个人吗？你说你还算人吗？你还美国要垮台？所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到极点。所以我再总得回答第四个问题：世界经济不断在调高增长率 ，IMF。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还有联合国，还有什么什么世界经济发展什么世界银行，都在调高美国的增长率，调高中国的增长率，把中国原来调成 5%， 后来调到 4%， 现在又回到 4.3%， 调高世界经济增长率。你世界这荡荡乾坤，朗朗乾坤，荡荡世界一片和谐美好，吃喝玩乐这个穷人吃喝玩乐，富人吃喝嫖赌抽的这个世界，怎么在我们有些学者眼里变成了什么国际经济要下滑世界，什么债务危什么危机要就中国的房产泡沫破了，就这么个事情，呵呵，其他没什么事情啊，对吧？这中国房地产泡沫早都该破。我这尺度它不是一般大呀，还什么污蔑美国的，你追一下这人，非蠢即坏。不是这石头扔出来啊，党国大员得倒下一片呐，彻底一鸣惊人了又。真是李毅金句啊，嗯，你说你还算人吗？啊，你还美国要垮台，你简直胡说八道到极点，成漂亮国代言人了。嗯，这李毅戏路宽广，胆量还厚实呢，是敢把党国房地产树叶给掀了。没错，什么世界债务危机，嗯，什么危机，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爆了，这就这么个事儿，哈哈，其他没什么事儿。这句印象太深刻了，嗯，这李毅唯一笑场地就是吐槽党国房地产，啊，还笑出了声，嗯，结果后果相当严重，嗯，李毅笑出声，一尊气没声，啊，气背过去了，受不了房地产的刺激。不是房地产，啊，主要是那句哪个？中国除了王传福、任正非，啊，其他都不是人。我这，哎，总书记听完五雷轰顶，啊，合着我指挥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我混了个不是人啊？那什么，我还是昏倒躺平的。这赶紧掐人中，甭掐，醒了哟，啊！因为突然听到李毅大教授啊赞党国经济哟，被雷醒的，啊，往这儿看，中国经济前途一片大好。如果搞坏了，全是你自己胡折腾，自己把自己搞坏了，跟别人没关系。错火。前面各种大实话，嗯，简直像一正常人不过了啊！突然话锋一转，嗯，夸党国经济一片大好，谁不好他就怨自己。嗯，您这倒车又倒回去了。要不微博博主能灵魂发问呢？那是嗑药还是喝假酒了？撕裂的也忒拧巴了。李毅表示，不是假酒啊，嗯，我这叫酒壮英雄胆，真酒醒之后上保险。嗯，夸党国经济啊，平衡一下这次发言的 pH 值。嘿，好。聪明绝顶，不是吹的。
老李心说话，嗯，要是一顿饭我全哈美、啊、唱衰党国经济，嗯，保不齐吃半截就得被神秘人接走、啊、进局子吃牢饭去也未可知，防不胜防的有木有、嗯、未来无法预测，一切皆有可能、嗯嗯、李毅是真往心里去了。不过呀、啊、尽管李毅哎这轮狠话飙完，嗯，以赞美党国经济未来形势一片大好结尾，嗯 but 怎么了，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小粉红发现并举报了。举报，举报什么呢？哎，举报点是这个啊。李毅说呀，嗯，中国经济前途一片大好啊，如果搞坏了是自己把自己搞坏的，而且、嗯、跟别人木有关系，这个自己到底指的是谁、啊、怎么听着这么像我们敬爱的习大的，请革命同志们细品。完了，被鼻子尖血让这粉红群众啊一举发现、啊，光头说这经济搞砸了赖自个儿啊，跟别人没关系，嗯，这调调跟党这甩锅方针一切责任在美方光天化日唱对台戏吗？这不是背道而驰，南辕北辙，是啊，十足大胆妄意甩锅齐活。行了，还是请茶友们发表一下您的观感吧。哎，请问各位茶友、嗯、您看完李毅这段大餐演讲，大餐品出什么信息？上备选答案吧。一，喝高了说实话，真高了。二，狗粮断了说人话。好。三，恶意讨薪说狠话啊。四，神经病发作说胡话。赶紧来留言区敲数字，各位，您敲数，我敲锣，新闻段子欢乐号发车。好，我是刘卓，我是李正。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，哎，继续盘点党国盛世笑掉门牙的新闻段子，还得扶好门牙。各位，书接前言，嗯，话说大五毛学者李毅，嗯，饭桌上即兴演讲这视频呢、啊、流出来之后，嗯，质疑之声四起，都四个四个的起啊，不干了，叛变了，放飞了，踩线了，严重质疑四个自信。嘿，其实啊、嗯、网友对李毅的大实话还是给予了比较正面的掌声。掌声，连他都清醒了，不一样了啊、嗯、酒后吐真言，嚯，停发工资饿几顿啊，人性一下就复苏了。好，跟胡一进一毛病、嗯、只要股市一亏钱呢、啊、人整个人能正常很多。这说的一段粮真反咬啊，把粉红网友都弄得百感交集了啊，可是说这李毅说的他没错啊，就是，但这态度我想锤他。不就，李毅表示、嗯、这种表达方式非常传统，打是亲骂是爱，实在不行拿脚踹、啊、这是喜欢，我喜欢到一定程度了。心理素质这位还真强悍、啊、这强悍不挺饭吃，那娱乐才能招来粉丝的饭局。哎呦喂，网友怎么说呀、啊、我之前真没注意到他是个喜剧艺人，嘿，抱歉我失察了。那甭说，这网友是真看出来了、啊、感觉那顿饭啊是采访的自媒体人请了客。哦，看李毅把这桌子转了这么一大圈啊，好像没转出几道硬菜来。那也比顿顿跟家煮冻饺子强啊。您说这李毅旁边那小哥说话时候啊，李毅闷头大快朵颐，急哎不停块了。嗯，网友全看出来了，饿的真饿坏了，应该好久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。呵，一直吃一直吃啊！不是，您能不能改改在饭桌子上高谈阔论那毛病啊？毛病啊！杯盘狼藉，片片的，像没吃过饭似的。你这不成啊！啊，这典型啊，这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、哦哦。这顿饭你咋白吃呢？啊，得用李毅的言论买单。哦，不喷口水都不行。嗯，网友都不忍卒读了。当一个人过度贫穷的时候、嗯、请他吃一顿有酒有菜的盛宴、啊、几杯酒下肚、啊、什么地球是他的，这种雷人话说不出来、嗯、这挺好，这万一公安真有一天找上李毅了、嗯、一句话就给公安怼回去、啊、对对，这为了吃顿饱饭、啊、我说违心话我这迫不得已呀、啊。那、哦、习主席不还说、嗯、五统公台是美国的阴谋诡计吗？没后边这句啊。李表示胡说那也是有边界的，留神用力过猛，总书记派锄奸队啊提前为我送行嘞。锄奸队那头头还得一边追一边喊啊，让你没奶就不是娘。我这微博博主叫于飞呀、啊、嗯，转发网友点评了。怎么点评呢？说啊，嗯，看了李毅的言论啊，真把人笑岔气儿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看来停发工资、啊、有不可替代的辅助疗效。疗效，否则呀、啊，单凭安定医院的医疗程啊，李毅不可能变化这么大。行了，
哎呦，说这么半天，这不关李毅啊，以前什么样？嗯，人能现在跟国内严酷的信息环境下，嗯，给咱中国人分享部分真相，嗯，值得肯定。哎，毕竟大小算个名嘴，那是能把这话扔出来，不易呀。那当然，人就敢说。嗯，美国并没有像党宣传那样要垮台，哎、经济下滑，水深火热。还说党国经济要是搞坏了，全是你们自己折腾的，跟美方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欧耶！我真期待这停了公司之后，这李毅能继续在回归人性的道路上再接再厉。哎，有可能。毕竟咱们现在身处一个放飞自我、防不胜防的时代。齐活，放飞俩字儿，既然说出来、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资深茶友、党国主席习近平发来的专电。哎，这就来了。总书记啊，亲自发的邮件，那是激动的日子都写错了。哥俩好，附、件里是6月39号，30号。河南巩义一火箭发动机试飞坠地爆炸的视频，赶紧发给大家看一下。得令，习主席亲自指挥，亲自部署，焉有不照办之理？说说这宗可怕的火箭升天事件。说说，6月30号下午，河南省巩义市大峪沟镇薛庄村，村民呢被告知了，需要紧急撤离到外村，配合巩义试验中心一次热试车活动。这是天龙三号液体运载火箭，子机九级并联动力系统的热试车。村民呢特好奇，撤离之后啊，全往回看，在外村啊，朝试验中心的方向观望，下午3:43，热试车开始了。哎，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，哇，咕嘟咕嘟冒起浓烟，一枚火箭呢，真拖着长长的火焰飞起来了，这农民有点蒙圈，不是说试车不真发射吗？现状有点不可描述。没看一会儿，火箭后边那火焰尾巴就变黑烟了。得。火箭打转向，紧急掉头要杀回来，终于在一处山坡上发生了剧烈爆炸，火球腾空而起，升起巨大的蘑菇云。是，抓拍视频显示，多栋居民楼就在离爆炸点不远的地方。村民说了，村里的玻璃全震碎了。您说，我们好多人在外村等通知，现在不敢回家都。夹子了，人熟了，熟了，熟着下来的。一口。爸，爸哟，给啊！掉了，不会炸吧？正着，正往哪了啊？炉热的。快点！这俩玻璃啪都对了。咦，撞坏了！赶紧快赔赔！我勒个老天爷呀、啊！这是炸了！我勒个嘞！赶紧打幺幺九！我靠，掉下去了！靠，它不会爆炸吧？它不会波及到咱吧？炸了！它离信号塔超级近。这是干啥来着？我靠，烧了！冒光了！你看见哪儿？哇！还有魔鬼啊，在细节呢。哎，这么恐怖的场面竟然发生在中原地区人口的第一大省河南，就在巩义市区旁边。等妈表示选 number one 人最多，不是才能配得上这次试验。说什么呢？你们没看我们官宣呢？啊，天龙三号是天兵科技为党国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量身定做的。量身定做，哎，起飞质量590吨，够沉的。哎呀，我们口号是、啊、产品性能对标马斯克 SpaceX 猎鹰九号。您这是想让马斯克大吃一惊啊？事实证明、啊、马斯克大吃了好几惊。呵，浙江网友科普妙评，静态点火试车、啊、结果没拴住飞了。没拴住，这可不是事故，您这是笑话好吗？同行能笑死，
哪怕原地爆炸也比没拴住飞了强啊。不是你挡过这航天口也忒斯特离谱了吧，有点外媒全看呆了，是得呆。美国之音惊呼：“嗯，中国天龙三号大型运载火箭静态试车意外升空并爆炸。静态试车变动态升空，这升半截还掉下来给炸了，意不意外？惊恐不惊恐？哎呀，党国御前侍卫胡雕盘都不会雕了。哎呀，跑凤凰网上一通惊叹，怎么说这段视频触目惊心呢？一枚火箭今天下午坠落在河南巩义市距离居民区不远的地方。哎呀，还剧烈爆炸。是巩义市应急局说，系火箭试飞暂无人员伤亡报告。这老胡一边喘粗气啊，还一边帮党他围了一下小本。嗯，老胡接着说，网传消息说呀，事故系运载火箭静态点火试验，结果火焰不是火箭因故放飞了。因故。火箭试飞按说不应该在人口稠密地区进行，期待官方提供进一步消息。期待，甭等了啊！官方不会说实话的。您想了解实际情况，得找当地人。当地网友全瑟瑟发抖呢，说了，感谢总书记指挥把试车平台建在居民区附近，感谢，并为我们刷火箭。我操！哎。坠地视频你们看见没？周边全是高层住宅，坠落地点就在青龙山旁边。哎，对，青龙山旁边，黑兔走了青龙穴、哎。这火箭不叫黑兔吧？哎，不叫天龙三号啊。那更吓人，来，天龙龙行达的4848，行，齐了。龙年天龙三号，坠落在青龙山啊，彻底灵异了。蔡奇喊：“探子呢？蔡奇，这消息千万别报告给达达去，心脏支架受不了。”您说这最近的巧合怎么能这么离奇呢？哎呀，党是害人在先，离奇事儿是警告在后。您说，演员孙海英老师本人推号发帖了，说什么呀？整个航天史上都没发生过这么离谱的事儿。嗨，静态热试车竟然能让火箭飞出去。还炸在离居民区那么近的地方，哎呦，够上国际头条了啊！祈祷没有害到人。网友赶紧用正能量给纠正了一下啊，甭瞎说啊，这是我们烂尾皇上为火箭指明的飞行方向，指明的。这样啊，看官方解释吧。火箭动力系统静态热试车，官方的通常是呢，这舰体应该紧紧的固定在试车台上，这个意思。不过咱们本次这试车过程中啊，怎么了？把火箭和试车台固定在一块儿的结构系统也不知道怎么的不听话，过期失效了，过期导致火箭顺利挣脱发射台，欢乐升空。不是，您这火箭太放飞自我了吧？升空之后，火箭上的计算机主动响应党的号召关机，火箭顺利原路返回。原路给赶紧跑，甭跑了，火箭已经迷路，坠落在距离试车台西南 1.5 公里的山里边了，碎成片片了。经地方党委举手表决，无人员伤亡。无人员伤亡这事儿十分可疑。嗯，我记得这天明科技声明可说了，经排查无人员伤亡。嗯，但是巩义市那说法是什么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。嗯，那至于到底有没有，打死也不说吧。太空新闻弱弱提醒什么呀？天明科技本月稍早宣布啊，公司已经获得2.07亿美金新科研经费。看来中共火箭军集体塌方之后 啊，老习是真急了，玩命。撒币想上天呢，不成，这哪壶不该提哪壶啊！他火箭军是习老大致命伤，他一揭开那哗哗流血，你还提呢？总书记表示啊，没事，接吧。哟，我现在已经是账多不愁，伤疤多了，接也不哗哗流血了。这伤疤心理素质彻底练出来了，哎，必须的。总书记被三指头上，外加各路高人，连三累四这么吓唬，心理素质日臻淡定，这意思，多明显的警告，现在都打不起精神。而且这不成啊，这麻木可不是好兆头。您这没辙呀，灵异凶兆两天不来，三天早早的。什么意思啊？6月30号，天龙三号坠毁在青龙山，就这事儿啊。6月28号，长江南通江面全强528轮撞庆丰98轮，庆丰轮顺利沉没。这密度您说让老习如何不淡定？完全没办法。再没有比这天意征兆更明显的了。看庆丰被撞沉那消息啊，网络吃瓜的玩命交换眼神啊。怎么说呀？庆丰沉没啊，一语成谶了吧？要啊，
顺口溜都变出来了啊！庆丰以臣，强天当立；我岁在甲辰，天下大吉。还有编故事的呢？啊，大胆脑洞一下啊！全强号是看到庆丰俩字儿故意撞的吧？还有编对联的，嗯，全强撞臣庆丰号啊，大海掀翻小池塘，哇，横批黄花菜要凉。完了，强子又多一新昵称大海。嗯还有写合订本的啊，一年前李克强在泳池里吃的亏，终于在另一个水池子里边赢回来了。克强泳池毙命，庆丰江面沉船。完了，这全强被吃瓜的当成李克强了。总书记表示，啊，朕严重不同意 啊，我更倾向于双强联手。错了，用不着联手，就李强一人就办了。哎，不会吧？啊，总书记。这小强子可是您亲生秘书，您可不能对他心生疑窦啊！您疑窦，别逗了，我阅人无数见多了。我秦刚是不是我亲生小跟班？那在小田面前，还不如把我一脚踹边去。再一次哑口无言。哎，跟您讲，我是久病成医呀。呵，哎，老西，我对天机术数也略知一二了。我现在天机术数，哎，不是这烂尾皇上变挂摊先生了。不是，那既然这样，您说说，啊，那为什么您认为全强五二八二轮指的是李强，而不是这双强联合？这事儿特别简单。什么呀？哎，我会细品呢。怎么品呢？李强听说，啊，我研究推背图，有一军人身带弓，是当时不是识破他本来面目了吗？啊，哎，天生这带弓箭的这人，强字上 啊，所以为了自保，啊，主动要求过要摘掉弓箭，把强字改成虽字，变李虽啊。对，这事儿都知道。哎哎，但是您当时不是特兴高采烈接受这份心意吗？啊，但是呢，他明面上那户口本也还得叫李强，对吧？那是怕我们引起韭菜注意。对呀，不管怎么说吧，李强自打表态以后啊，就以成功摘掉身带弓帽子的李虽自居了。知道李虽？哎，怎么了？我都被他骗过去了啊！这次沉船事件，上天重锤才把我敲醒。不是，这全强撞沉庆丰啊，李强那弓啊，他没摘，全乎的。不是，他要把我撞沉。这总书记崇尚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不是要这么你老这么捋啊？那什么，小强他还真得赶紧准备隐形救生圈去。隐形就肚子上一圈小胖肉啊？对，那拒绝 啊。26号主席令刚发布啊，想吃成啤酒肚没门了。不是，人民公社的好日子这就来了。完，突发重磅。嗯，习近平签署第26号主席令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6月28号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25年5月1号起实行。总书记表示，嗯，可以奔走相告了，嗯，挣工分的好日子就在眼前，人民公社呼啸而来，嗯，中国人咋整？跟您讲，这道主席令一下，嗯，到吃瓜群众啊，瓜全掉地下了，醉了。哎，关键咱写的明白 啊，主要目的就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集体经济，您说说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，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。哎呀，啥也甭说了，嗯，独立时评人蔡盛坤跟推特上都惊呼了。啊，很多人认为啊，这不可能再搞集体经济了，没想到吧？习近平是稳扎稳打，一步一步把咱中国强行拉回毛时代。他真真是喜欢那个时代。社交账号阿斌大呼了，嗯，这法则刚通过，村里下了文件了，就文件小田合并成大田啊，改革意向承诺书，我赶紧的，你们承包那土地啊，都给党交回来。要说这个潜水艇，这网友都已经开始哭诉了啊！这法条再次明确了，嗯，农村所有田地都是集体的、公家的，是啊，到时候拆迁不用补偿农民一分钱，哦，农民还必须得无条件服从呢。您没看全啊？啊，后边还有呢。还有什么？重点是闭口不谈老百姓的宅基地，哦，默认祖传的宅基地不再属于老百姓了。农民他还有啥了？不是，祖上宅基地都被收了啊？您以为呢？看新闻，鼓励农民放弃宅基地意味着什么？什么？问号啊！韭菜被除根儿？问号。多地鼓励农民退还宅基地，进城买房。哦耶！嗯，从根本上变私产为党产，嗯，这网友都急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了啊！总加速师坑，千万别停啊！啊，踩油门踩吧。嗯，
党中央特大好消息，人民公社大集体，粮票饭票都快来了，交公粮的时代也不远了，很快就是大跃进了，三年饥荒了，红卫兵了，加速开倒车，努力中国梦。404小能手们赶紧上线搬砖干活。哎，等您宣布早晚了，人党国新闻网已经就这样了，148条消息，不是148条留言，底下上了4条。呵，您听这4条啊，转发微博叹号，转发微博叹号，转发微博叹号，保护农民权益就是好，来就是好。加速到这一步，人民群众唯一指望是什么呀？啊，这烂尾地一定要名副其实啊！啊，这事儿您要是不烂尾啊，那我们全都死定了。双赢啊！行了，又到了茶友互动的环节。首先公布上期节目茶友民调结果。问题是，您觉得庆丰轮被全强轮撞沉是偶然的吗？一，这是天意，64票，占89%。听听。二，纯属偶然，8票。哎，本次民调啊，投票结果十分醒目。将近90%都是选一的。对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茶友都认为这真是天意。原因特别简单。所有人啊都知道，这党已经做到头了，用巧合已经说服不了这些灵异事件了。当然了，这庆丰轮被全强轮撞沉，仅仅是天意彰显的一种迹象，哎，民意一边倒的解读方式啊，可以理解为另一部分迹象。民意即是天意，哎，真正顺天意而为啊，嗯，还得靠全民觉醒，传播真相，让更多的人融入其中，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。分享上期节目精彩留言。首先是最一锤定音奖，说说，巧的连段子都编不出来。其次是最佳脑洞奖啊，这全强的全可是人王啊，这强又是申太公啊，大庙李强的李也许是李世民的后代，哇，也是一个王字儿，大庙还真能联系。最吓晕党媒小编奖，吓晕了。我怎么看到528986？下边4个人，这上面是不是故意这样才不被卡到？哎，社交媒体的 bug 还没修好吗？数字顺序难道是真的对的吗？听听，这是说8964呢。就是。还有这个最五味杂陈奖，嗯，只想说一句话：活的都太难了。后边还有3个大哭的符号呢。哎。最有温度留言，虽然谐音梗很好用，毕竟有2名船员失踪，希望内容能多些人性关怀，哎，为2名船员祈祷，希望能无事生还。谢谢茶友提醒，一定注意。还有一条很特别，茶友说呀，我一直很认真留言，因为我知道啊你们需要，可是我不知道留言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啊，能解释一下吗？大家明白了，可能有更多人留言。这真是亲茶友，哥俩深深致谢了。现在就告诉您什么原因，您的留言呢真的对哥俩做好这个频道帮助特别大。是，原因倍儿简单，这节目呢主要是靠油管平台的算法推送，如果一个节目发布之后留言互动比较多，平台会认为粉丝喜欢这个频道，是，而且这个节目呢受欢迎，就会帮助向更多人推送，对，反之则是少推送。所以为了让更多人发现这个频道，让老北京茶馆快速成长起来的最好办法，大家多参与活动，您说说多重要。哎，好嘞，送人好茶，收有余香，再见再见。